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Dance with me in my backyard, boy. Look, it's super fine in your corduroy. Drive me round the block, we can go in a loop, and we turn the volume up. 转运的快递，这个好像是我非常期待的。 这样的一件小熊猫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这个白色的有。一双米白色的连裤袜，白色的，是个看不太出颜色不一样。棕色的和灰色的是他们家买的。 拆了两个深色的棕色的，是这种麻花的麻花的感觉，就只有棕色跟别的是不一样的花纹，别的都是这种薯条纹，这种袜裤哦，就可以穿的当秋裤的这种，感觉质量还蛮好的。秘密虾条，蛋糕，海底捞小火锅。 自嗨锅、煲仔饭。我来新村了哟，在等叶火和小齐过来。今天是12月20号，是王鹤棣的生日，好像新村这边会有他的生日应援品，所以要来打卡一下。有一点点期待。我们来吃牛排骨了。你是谁呀？长得可爱呢，这么可爱我还是要把你吃掉，拜拜。 你不能别忘记给我烧鸡蛋糕，回来再拉稀了。看见很香了，我先把筷子给大家拿过来。因为今天是王鹤棣的生日，所以这个不是煤气，这个是夜火，家人们，夜火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鸡蛋羹，这是夜火自己要点的，结果里面有海鲜，等一下把它吃掉。今天是用夜火烧的排骨哟，咱们先吃一下吧。哇，你多抓点呗。 猜猜我们在干嘛？你就浅浅的外面等一下吧。哦，他来了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他！哦，这个路灯挡住了他的脸，烦人。 这个集合店就是我们上次买队服的那家集合店呀、啊。哦哦。我们来看这件，但是我发现另一件好看，有三个颜色。这件后面是小熊来的，哦，小狗。 好可爱的，这毛衣，绿色的。天哪，这个毛茸茸还是挺喜欢的，其实感觉超级暖和的，有一点点小药啊。对呀、啊，拍 OTT 了，看今天穿的，快帮我把里面拉开吗？谢谢谢谢，里面穿的是这个，想看一下。 你好，太可爱了，想吃这可爱的。你们都喝什么？我要喝冰拿铁。我也冰拿铁。想过生日，超级可爱的圣诞树。这个是洗碗布吗？好可爱，还有好多猪。 应该就是老板跟老板娘，还有贴纸，太可爱了吧！超级可爱的，他们家的 logo， 超级可爱的提拉米苏，这红鼻子也太可爱了。我有一个科，就是韩流产业的教授，好喝的。假如说我这个意见，全部都变脸，好。
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修改意义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我们该怎么去做细化，然后超温柔的那种人。我们有一个专业教授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十句话就一句话。你在讲我的认可。十句话只有一句话是不拉的，就是那个 超级可爱的，送给王姐姐，并不会给她买的，你放心。放心。好看，好看。又到了一个快递，我自己都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也是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的，冬季必备的这种暖手宝，看它里面的花纹实在太可爱了，我就买了，反正用得上。先补妆，来汉江镇，想去看一个帽子，还挺可爱的。因为他没有现货嘛，所以明天可以给我配送。现在要准备去建大那边找小吉，为明天的冬至买一些汤圆什么的。哇，我们点了奶茶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抹茶奶茶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茉莉奶茶加珍珠，我们买了哟。我们找到了宁波汤圆，买完就得赶紧回家。但应该现在也挺冷的，应该化不掉吧。零度，这个。哎呀，有点想买手抓饼了，但真的冰箱点塞不下了。选购了手抓饼，他选购了，果然是北方人，还是买了饺子。咱们坚定的当快乐的南方人吧。